主料赤根300克，泡适量50毫升，红酒80毫升，辅料蜂蜜。准备时间2小时以上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赤根洗净沥水，倒入红酒拌均，倒入烤制腌料，用手揉均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，冷藏10小时以上，烤盘变锡纸，烤网放在烤盘上，把腌好的赤根放在烤网上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中层200度20到25分钟，蜂蜜备用。烘烤过程中取出，刷几次腌料和蜂蜜，烤好的样了，这样食用就可以了。烹饪技巧一：腌的烤制料纸不要扔，烘烤过程中可以刷在赤根上，便于上色和入味。二、刷蜂蜜是为了上色好看，料皮也会脆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